叔哥，你醒了。哎呦，天老爷，你终于醒了。大叔哥，你还好吗？你怎么样，大叔哥？我在这里待多久了？差不多两三个小时了。你有没有觉得哪里不舒服？我去找医生。快！想吐。还好。大叔哥，你记不记得你发生什么事？不太清楚，是不是有东西打到我的头？就是盼盼她男朋友那个王八蛋，他拿东西砸你啊？是吗？是啊。真的是他吗？怎么会这样的？而且那个小鬼打完就跑了。应该不是他吧？豆哥，要不要我找十几二十个小流氓？爸，你长这样还不像小流氓吗？我们回去看看手边有没有信得过的兄弟，再打算怎么做。请问一下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不是嘛，大叔哥，你也是社会贤达人士啊，不能让人家这样欺负嘛，是不是？没错，我们要加倍奉还。还什么还啊？你们两个是连续剧看太多了，是不是啊？你们真的以为我不知道是谁打的吗？其实我知道。算了，不需要。哦，你知道就对了。我们不能让你这样白白被别人打的。我觉得这一切都是有因果的，算了吧。医生，等一下就会来了。盼盼，你男朋友住在哪？地址给我。你要干嘛？我要加倍奉还。他就只是一个小孩子而已，你把他揍了一顿，然后把他送进医院，又能怎么样呢？于事无补，我的伤也不会好的。我知道你的伤不会好，但是我怎么可以让你这样白白被别人打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们真的还认为我是你们的大哥哥，是你们的哥哥，就请你们尊重我，不要去动他。你们两个人可以答应我吗？怎么样？你们两位到底觉得怎么样？可以答应我吗？我们能说不吗？那大叔哥，你好好休息，我们先回店里了。大叔哥，拜拜。等一下。对，我跟你讲，对不起，没有不尊敬一次，但是小鬼一定要叫，一定要揍，安全帽敲头，怎么会这样打？假打肩膀算，我跟你讲，没有碰过坏人，不能去动他。真的，我真的跟你们说真的，不可以去动他。不能动他一根毫毛。如果你们不答应我，以后我们兄弟就不要做了。那看看你好好照顾大叔哥。好。走吧，走。小白，你好。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跟我说？大叔哥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豆哥，你觉得我们要找谁弄他会比较好？弄什么弄啊？你是没有听到刚刚大叔哥讲什么吗？不要动他。我刚以为你那样一下就是要叫我弄他。不是，那种小屁孩这样做是迟早会出事的嘛。好吧。蒋志忠嘞？哎呦，你不讲我都忘了。他没接我电话，继续打。We'll be right back.
你怎么还没走啊？哦，我今天请假，我想要等你醒过来我再走，这样我比较放心。你其实现在时候已经不早了，你要不要先回家睡一下？好。哎，大叔哥，我有帮你买一些早餐，然后你要多喝热豆浆，这样才可以减缓你脑震荡的不舒服。热豆浆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上网查的。哦，好，我会喝。潘潘，你赶快回家睡一下吧，因为你下午不是要上课吗？赶快先回去吧，这我自己来就好。来，回去吧。那我先走了。快点。你有什么事，你要打电话给我。好，再见，再见。赶回家。终于醒了。你家人可好？谢谢。如果昨天很鲁的话，不好意思啊。你真的超鲁。是假的，对不起啦。不过呢，你喝醉是真的还蛮可爱的。不要再讲了啦。我是开玩笑的，但是你把我手机摔坏是真的，我得拿去修。是假的。对不起啦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赔你一只。没关系啊，我怎么可能叫你赔？哇，你有好多设计的书哦。哎，你跟我妈同一个高中哎。是啊。该不会还是同一届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你出院前长怎样？关你什么事？看一下嘛。哎，真的是同一届，你看，这我妈。你确定是你吗？大家都说我们长得很像。杨珊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妈就是我初恋情人。